这台是观阳机车出厂的刺激 400cc、哦、重型机车、哦、那这部机车我在台湾是经常骑出去旅游、哦、到各景点去踩点，那目前北竿、哦、是第一次把这台重机、哦、再回来这边来体验一下北竿的风光、哦、那也是增加我们重机的乐趣之一。